八百岁在多吉是米年，南投养新英雄是木村的路，总算抢通道是木国小毕业。不过当地民众春节该重游的客位，安用自扣，因为本太岁大团呢，更加也无法突来探片扣。地保有八个居民，更加对外沟通还是总团结。这边主要是神木村的道路吼，底部可能多安尼只滚浪沙，当地的观光抢手当中，底部还有凤铁桥，各位渐渐的所在，主要神木国小，神木国小呢目前来讲状况算良好，还有当地居民呢，就可能神木国小的计无同吼，气落救济不止，目前来讲底部的状况，主家大部分都平安，道路的部分呢，各居民的时间做得相同。琼雅吉海状况冇停过，因为底部还有当地路而降。行头太下条短度，小朋友一千万行惯嘞。全都自家不卡，天天还会搭新街天秀桥哎。不卡变做安尼，四连铁嘛本太水搭配。面对安尼个情形，村民真紧唔滴哎，用个啥？一下子冲出来啊，然后家里全部都不见了，然后就是一起清这样子。看得很伤心。憋着啊。无你啊，安严重，伊下面伤无多，做嘛该无做些话学白伤啊。那有些好做都唔爱学白伤啊，安尼啊，做下安尼对嘛，无嘛该啊。虽然是木怪事要巡防，大部分系铁，主要本太水大造，但是一片居民讲，车队唔爱离开，因为凉系今年嘅家乡。就靠你讲，他搞白出你攞杯安全所在就带冇。你啊总爱讲，大家都按讲，但是起码就做无啥作用，我着拢带只带管的啦。你喺我出去先发，我哋用话度，啲妈先发方式嘛，咁冇咁多啊，我就做人员就喺度带咧，一行人有啲眼镜就先啲嗬，唔好做啦。目前去神木怪石嘅路，因为安用字桥本太水搭配，多两下系行唔得嘅。怪石底部嘅几百个民众，目前都平安，物资嘛有啦。唔过在快好咧，因船头安全又方便嘅情形下，本小朋友主要是安心去上课。你都变做了哈，好教同家长请关心，啊，请需要解决问题。大家请问李峰去，南田埔头。